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菜鸟会喜欢打枪枪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游戏视频。前几天，小一在霍尔木兹海峡打下了一架鹰酱的全球鹰无人机。根据网上的消息，打下全球鹰无人机用的是小一国产的雷霆防空导弹，雷霆防空导弹仿制的是毛旋的萨姆六防空导弹。那今天我们就用萨姆六防空导弹来打无人机，看一下萨姆六防空导弹的威力如何。这里准备了70台的萨姆六防空导弹，每个发射架上面有3枚的萨姆六防空导弹，总共就有210枚的防空导弹。按照数据显示，萨姆六其实是打不下全球鹰无人机的，那我们就给它降低一些难度，用它来拦截100架的捕食者无人机。100架的捕食者无人机，每架都携带了2枚的对地导弹，现在已经到达萨姆六防空导弹射程，开始死亡冲昏。100架的无人机是我故意摆放的这么密的，因为怕萨姆六死得太惨，毕竟是一款很老的导弹了。而且萨姆六有210枚的防空导弹，按照数据，导弹是足够打下无人机的。萨姆六发现无人机后，就开始抬起导弹对准目标，这个姿势还是很唬人的，就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如何了。萨姆六防空导弹现在快速的向无人机群冲去，萨姆六防空导弹每次只能锁定一个目标，下次发射需要这枚导弹爆炸后或者丢失目标才能再次发射。第一批导弹开始命中目标，威力很猛，瞬间打爆了10多架的无人机，另外10多架还受到损伤，开始返航。萨姆六防空导弹分析不出威胁程度，第二批次的导弹追着已经逃跑没有威胁的无人机去了，这个等于浪费导弹，浪费时间，有威胁的无人机还在继续向前。下面我们废话少说，看萨姆六防空导弹自己表演。经过了一阵暴打，无人机还剩余10多架，现在无人机已经接近发射对地导弹的射程，随即开始齐射对地导弹。这是萨姆六防空导弹的雷达被打爆，萨姆六防空导弹拦截失败，而且无人机挥得那么密，如果挥得比较分散的话，萨姆六防空导弹死得更惨。同时，萨姆六所有的防空导弹也已经用完了，对剩余的10多架无人机造成不了任何威胁了。随即，剩余的10多架捕食者无人机开始返航。那今天的游戏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一下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评论、点赞、转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